这四个都不一样吗？对对对，四个都不一样，对，四个都不一样啊。对，海狮，海狮，哪一个是海狮？哪一个？今天麻瓜们来到动物园旁边的真大啦，究竟学校在动物园旁边会不会跟动物比较熟呢？那么动物认脸大会开始。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你们学校离动物园很近，对，那你们常去吗？到真大之后还没有再进去过动物园。没有，我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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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只去过一次，我去过一次，小时候去过。以前去过，之前很常去哦，可以。但是上大学之后离比较近就没有去过。有啊有，有第一组。这是什么？奥数的意思？怎么看都像奥特。水獭、树懒吗？还是不是？不是不是水水蚤吗？那个非洲那个群居动物，但我又欢又欢。不是啦，这是那个狐獴吗？狐獴吗？狐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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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么？狐獴，狐獴。其实我知道，我是讲出那名字而已。好丢脸了。辛巴他朋友是那个什么狐獴吗？对，这是丁满，不是叫狐獴。这是什么？长得有点像河马。河马？他好像犀牛，可是他没有角。他像犀牛吗？犀牛吗？犀牛，哈库纳马塔塔。啊，对对对对，狮子王另外一只，红红，红红，那个就是那个蓬吧，它有点像蓬蓬，它就是蓬蓬。对，是蓬蓬。蓬蓬是什么动物？山猪，山猪，山猪，野猪，豪猪，豪猪，豪猪哦，种猪，就不熟。美猪，没事。有什么？油猪。油猪是不是？哦，油猪吗？哦，油猪吗？油吗？油猪？对啊！完了，每个都看过，然后都不会讲，好眼熟。它是一种老鼠啊，站在山上然后会大叫那个啊的那个老鼠。哦，那怎么了？品牌的那个是吗？长三角，不是那个大家喜欢那个，对，有朵鸟，是吗？不是，哎，不是，人气很高，大家都会叫它什么什么菌，水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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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菌呢？耶，水豚啊，这个橘子那个。它是水豚吗？水豚，水豚，好可爱哦。那个水豚，大家对它的反应都很热烈。是啊，奇怪。它很常见，它在水里吗？它会啃果子吗？这是刺猬啊，没有，绝对不是，这是仓鼠吗？土拨鼠吧，土拨鼠，土拨鼠吗？土拨鼠啊，是不是？它其实有蹼，鸭嘴兽吗？不是，它没有嘴巴，它有嘴巴了，没有水濑。那个是哪里？它就是它。那个水獭吗？不是水獭吗？水獭，水獭还是海獭？海獭，海獭，海獭，海獭就一整天在那边仰视而已。纳尼亚里面带水坝的，会建水坝的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梨吗？海果子梨？海梨吗？哎。错了，啊，海里，水里，河里哦，哇靠，这是什么鬼啊？河里，河里吗？对，哎呀，太厉害了，河里，哦，真的知道，我们还知道是水里面的，你刚不是讲土拨鼠。啊，我不知道哎，这是什么？它感觉在水里。那个雕。这还是水獭，还是水獭？水獭。对对对。水獭吗？水獭吗？水獭。水獭。Otter。水獭吗？水獭。这是水獭了吧？不是。水獭。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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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獭。水獭。好可爱哦！我喜欢看水獭的影片。
恳切的眼光看着他的同伴。哎、欸，我都没看过。他好长哦，他好长。胡蒙雪雕，雪雕又欢。这个那个雪雕还是什么雕？雪雕？有没有觉得他看起来像在拜年？拜年了。看起来像在拜年。年黄鼠狼哦，黄鼠狼，黄鼠狼哦，真的假的？黄鼠狼，黄鼠狼哦，黄鼠狼这么可爱哦，黄鼠狼，他是黄鼠狼，黄鼠狼，黄鼠狼，给鸡拜年的那个黄鼠狼，黄鼠狼是真的有这个动物，是猫咪版的胡蒙啊，黄鼠狼，第一个没提示的，第一个是要说拜年，翻转了，翻转，翻转，翻转。蝙蝠，蝙蝠，蝙蝠，不是蝙蝠，是蝙蝠，蝙蝠吗？蝙蝠吗？蝙蝠吗？蝙蝠，蝙蝠吗？蝙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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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对，哦，对了，我刚刚有没有说它长得像蝙蝠？应该有一个是马来貘，马来貘。马来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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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来貘吗？马来貘，马来西亚人，我跟马来西亚有关系吗？马来西亚很多啊，就是动物园都会有。哎，这个呢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有这个东西哦。它在反，它也是反。长鼻熊，球鱼，它的舌头可以伸超长，可以伸超长。食蚁兽，不是食蚁兽啊？食蚁兽吗？食蚁兽一样的吗？食蚁兽，食蚁兽。食蚁兽，好厉害哦！动物系，食蚁兽，还有食蚁兽，食蚁兽，顽皮豹里面它是蓝色的。那个食蚁兽跟马来貘，完蛋了，我们变得不好笑了。刚才讲食蚁兽，可是它没有壳。没有壳，你们穿山甲不等于食蚁兽吗？食蚁兽英文是什么 ？Anteater， 好厉害。哦，鱼苗。那个，我刚刚在犹豫它是不是骆马，哦，不是骆马，骆马吗？草泥马，草泥马，文雅一点，草泥马，草泥马，是的，是的，是草泥马，草泥马，羊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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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羊驼，海豹、海狮、海象跟海狗，等一下，哪一个是什么？哪一个是什么？海狮，海狮，哪一个是海？哪一个？好像哦，这个分别是什么？从左上开始。这个是那个，他就说左上。这四个都不一样吗？对对对，四个都不一样，四个都不一样啊。对。海狮吗？它哪个是海狮？一定有海狮吧？有。它是海狮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所以它是海狮。海獭，海豹，学一下它叫的。海狗，对，左上是海狗，是不是？海狗，海狗，海狗，海狗是海狗。那你知道在水族馆表演那个海熊就是海狗？海狮，海狮快要崩溃了。右上那是什么鬼？海獭。它不是海牛吧？不知道，不是海牛，不是海狮啊，海豹。会顶球的，这是海狮吧？海狮吗？左上是海狮，这是右上，哦，这是右上，断左右不分。这是海豹吗？海豹，这个是海豹吧？这是海豹。它为什么海豹比较丑啊？他们小时候白色的，你知道为什么海豹有白色的吗？白化症，它宝宝的时候是白色，是白色，长大就不可爱，长歪。还有一个那个是有牙齿的。你学一下这个，那个最后一个是叫。啊不，学错了啦，海猪，我觉得它都长一样啊。牙齿，牙齿是什么？这是海海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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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是海象。右下是海象。海豹就是它耳朵不会露出，海狮它的毛比较长一点，然后它会有后脚，因为它可以在陆地上行走。可是海狗的话，它就是毛比较短。是马跟驴，骡，这是骡吗？骡，骡吗？史瑞克里面那一只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个骡，不是骡，什么东西？羊驼，驴子。你没看过羊驼成什么样吗？羊驼刚，羊驼刚刚出现过了。有人会讲马吗？应该没有吧。但你讲成羊驼，驴子啊？对，就是驴子，这是 donkey 的。这个是驴吗？
哦，这是驴哦。什么极地犬之类的？柴犬？哎、欸、不对，狼犬。它是狼还是哈士奇？你觉得呢？狼。狼。哈士奇。哈士奇还是狼？小狼、小哈、小傻分不清楚。这应该不是狼吧？狼啊，哈士奇。终于有个小狼很欣赏这位同学，他都帮我们做到一切的效果。有啊，你更有效果。是不是跟他们套好了？哎、啊，干嘛这样子啊？哈士奇。那你们知道他跟狼到底怎么分？哈士奇比较憨，对，他比较憨。二哈，因为他跟狼长得很像，眼睛是他们最大的不一样。哈士奇眼睛都是蓝。鹅还是鸭，鹅还是鸭，对不对？鸭子吧，鸭子，不错不错，很好。鸭子，鹅啦，鸭子多大长？我这么长是鹅吧？鹅，鹅，早天鹅，不会讲的鸭。有人那么惨的？鸭子吧，鸭子。鸭子的话，它的嘴巴比较下去一点，然后鹅它脖子比较长。那波，刚好对鱼不是很了解，哎，这不是鱼啊，翻车鱼吗？比目鱼，比目鱼，暑假有去水族馆是吗？动森里面有，对对对对对，我都会钓到比目鱼，它眼睛就这样，比目鱼，居然认得它，眼睛长在同一侧啊，比目鱼啊，比目鱼，这是常识是不是？它的常识，比目鱼。啊！现在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比目鱼。我被上了，地图炮。跟小美人里面的只是同样的品种哦。完全啊，看不出来。差太多了吧？小时候看那种童书，会有说比目鱼是扁的哦。大家就是要看书，然后你看现在在什么学校呢？我去动物园当过志工哎。哦，这才是黄鼠狼吧？为什么？那个。豺狼吗？还是什么？豺北狼北。豺狼，那是鸟动物吧？非洲土狗，这叫什么豺狼吗？呢？不是在那个演反派的那个。辛巴他叔叔旁边那一群的，跟刀疤在一起。对，就是走狗的。豺狼，那个猎狗，猎狗，猎狗，这个我在动物星球频道有看过。是猎狗。他其实知道。这个怎么样？虚哦。烈，哦，对，正大法律系，你会认这个字哦？正大法律系，我知道是烈啊。这是什么？嗯，按照这是什么？四角兽。四角兽，有点像鸭嘴兽。远看吗？这不像。这该不会是鸭嘴兽？那个鸭嘴兽，对不起，yeah，鸭嘴兽。太厉害了。好可爱，鸭嘴兽小时候吗？鸭嘴兽，鸭嘴兽，好可爱，小时候而已。这两个分别是什么？有一个是浣熊，一个是小熊猫。浣熊是哪一个？送的不一样的。这是小猫熊，小猫熊，小猫熊。这是浣熊吗？浣熊。这是浣熊，对了，这不是什么？果子狸。我只是白皮星哎，这个是浣熊吧？错了，哆啦 A 梦被说像那个，他会生气。我才不是。狸猫。哪个是狸猫？右边这个，这个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右边的话，哆啦 A 梦是什么？猫。对，不是狸猫。好，哆啦 A 梦是机器猫，对不起。狸猫。对，那左边是什么？狐狸吗？哎呀，洗水果。洗水果。浣熊。哦，对了，浣熊这个我其实都知道，不想讲而已。这是那个，对对对，浣熊，对，我在讲那个狸猫，哇，狸猫，这是，这是，这是这个，这是鱿鱼吧？鱿鱼，鱿鱼，没错，这个应该是市场干鱿鱼。这是乌贼吧？对，这是乌贼，是吗？花枝吗？花枝，它就跟花枝是同一个东西，还是它是乌贼？等一下，哪一个卷？小卷还是中卷？小卷，这是小卷或中卷，或者是我们所谓透抽。澎湖去钓的，它这是什么？章鱼。
花枝。对，然后花枝其实就是等于乌贼，也等于墨鱼，是一样的形态。这是花枝，对。然后这是鱿鱼，对，这套 Q。哇。而软丝又是不同的东西，鱿鱼、花枝。对。报仇吗？对。啊啊、这三个，这三个一样。不要！哈哈哈哈哈。吃起来都差不多。把花枝、鱿鱼什么放在一起？对，我就不行。哎，我没有放哎、欸。我、不是因为看到那个图，我才觉得说我们要做这个街坊，然后我们没有放进去。然后立刻放。我们这样是可以还是不行？可以，很可以，100分，100分，效果100分。因为它叫小卷，又叫中卷，就叫大就叫中卷。那再大一点叫？书上写的。大卷，没有啦，我们烫头发。好难的。谢谢你们，前段时间被抢过了。耶，终于换自己了。我们可以拍照吗？没问题。